家里请坐，林秘书长，咱各州的州长，啊，甲咱民主的先辈，啊，甲咱大家同心，大家搞砸。啊，今日是都有这个机会来这甲大家探讨啊，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。我即马要先讲这个题目以前啊，有昨昏的报纸讲，宜山饭店啊。了钱啦，福利啊，啊，好甲惊人啦、啊！哦，这就是一个案件吼。个前头都几工前啦，啊，报纸我是无看到，我伫新闻报道内底啦，看到讲。林百里啊的秘书啊掏空有的说9000万8000万，咱大家去想看看这都是什么原因啊。大家过来看，咱即卖题目就是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。实际上啦，若要讲会计啦，一般咱咧想啊，这是绩效啊，绩效的一个制度。实际上，每什么组织？不管你是公司还是合作社还是不是营业的机关，政府也好，都是要有一个制度啊。这个若要有这个制度啦，一定要有什么呀，爱有效果，大家认为这无什么要紧啦、啊。啊，阮的小拢交予会计师来做，啊，会计师去处理就好。啊，那是国家嘞，国家讲啊，审计部去处理就好。但是咱要了解讲，一个单位要执行的代志、要做的代志，每个单位拢无啥共款，所以咱即马要提出来讲，大家单位较共款的，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绩效的制度啦。啊，这个绩效制度，咱会使讲是。财务制度也好，也是讲咱的总务事务，咱三个咱的啊，官方咱的大臣啊，跟咱讲，每一个机关啊。拢爱有这个啊制度，家己机关所爱的爱去
思考啊，该定出来。啊，这就是咱要讲的，咱是抓较少的题目，讲会计啦，啊，绩效啦，吼，互大家了解。因为这就是安怎，你若绩效无清楚，咱的心肝就讲会怀疑，讲啊，这个乌钱啦，啊，这个安怎，这个安怎，啊，若清清楚楚。咱大家讲啊，这个赞的，所以就是讲，干那提这个会计制度，予大家了解。啊，实际上啦，这会使讲啊，举一反三啦。哦，咱会使哦，咱的管理方面定一个制度出来，咱就照这个制度来，制度有制度再来执行，执行的。过程中间，就是再来控制，控制啊，再来做什么啊？做这个奖励哦，再来做啊保养奖励哦，有大家这个目的的拢来奖励。啊，那今有偏差去啊，再来修改，再来安怎来改善？啊，一个制度定落啊，唔是拢袂使变。哦，咱经过一个时阵啊，经半年以后、一年以后，认为这个制度无好，啊，是咱要推行有困难。哦，因为制度定出来，就要照制度行。啊，这个要推行这个制度有困难。咱才过来修正，啊，来完成咱上大的目标。咱最主要啊，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这个观念。啊，咱今仔日啦，啊，简单啊，要介绍啊，咱所讲的，就是讲先要讲会计制度的重要性。哦，啊，再来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。啊，第三个就要来讲内部控制啊，缺失的风险甲这个公司啊处理的因素啊引进，啊，佮一挂个案的分析。啊，咱即马啊，因为这個用 PowerPoint 吼，咱大家也拢会使去甲各种人员啊，麻烦拢会使咩吼，恁咱听话拢公开吼。啊，你若要爱啊，即个啊 PowerPoint 的档案吼，拢会使予大家啊做参考。啊，咱即马要来讲会计制度的啊。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啊，什么叫做制度？咱会使安尼来讲。啊，所谓制度啦，就是讲拢爱经过啥，爱以法为主啦。咱要哦，咱即个讲咱的管理办法，啊是依照哦什么法律？来定这个管理办法，还是依照什么的政策来定这个管理办法？啊，这个管理办法啊，就是制度。咱大家会了解讲，诶，咱今日来这啊学习啊，来这啊探讨，拢要定一个时间表出来。啊，这个时间表定出来，咱就是咱会等于是一个制度，哦，咱什么时准备创啥？什么时准备创啥？啊，拢咱的运作拢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，这那是一个叫做啊制度。啊，咱的会计制度就是在讲什么？会计制度就是讲，哦，伊拢遵循啊，遵照这个一般会计公认的原则。啊，大家一定较无了解讲啊。什么叫做
啊，一般哈、哦、会计公认的原则啊，确定啊，咱再来讲啊，这里、個、啊一般会会计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咱再来讲啊，咱个啊来讲，除了遵守这个，那讲绩效的原则啦，啊绩效大家拢公认的原则来做，啊过来爱个经过啥？有法律的根据，哦，咱这个绩效有，咱有什么会计法，啊是有什么啊各种迄个法律，拢爱啊根据，所以讲要甲大家啊探讨的，就是讲一个机关内底要定一个制度啦，啊一定爱了解讲。法，迄、那个法源是啥物啦？是根据倒一个法源啊来定这个制度出来啊，这个制度啊，咱大家都来啊遵守啊，咱就会使啊了解讲，这就是讲这个情形下啊，什么机关拢爱。依照吼、哦，这个会计制度啊，咱这个会计制度呐定了好，也是没有啊无完善啊无好的事啦。咱我慢慢啊拢会改的，无可能讲一个机关定一个制度啊，就永久拢是安尼的执行啊。因为尤其是伫这个啊。这开创哦，这这个开始，那个咱民政府来讲，咱大家会感觉讲，哦，咱那会买紧定一个啊，民政府的基本法啊，民政府的什么法啊，紧法啊，紧的啊，咱大家那咱伫只咧摸索啦吼、哦、啊，咱都无啊，咱都开创的，咱即番要提就是要提啥？哦，美国的法律提来，咱是不是？按照美国的制度来，啊，那是美国的制度足好嘞，咱按照美国的制度，哦，啊，无咱就来参考较先进的国家的制度，英国好唔好？英国那是进步呀，吼、哦，啊，德国好唔好？啊，日本好唔好？吼、哦，咱在整个世界内底，咱是美洲。澳洲啊，是东方哦，较先进的诶制度，咱拢把它列出来比较啊，咱来才定出咱民政府诶一个制度啊，定落来了后，咱就来实施哦啊，咱当然大家爱了解啊，起码大家拢啊咧摸索啦吼、哦、啊看安怎来定较好哦啊，这就是。要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制度，啊，这跟咱的发展吼，拢有相当的关系。啊，咱即马要过来讲，啊，咱即马这是就是跟你讲会计绩效的制度啦，就是咱爱定内部制定一个啊会计循环的作业。就是啊，这个作业包括伊个程序啦，啊，记账啦，吼，这拢是啦，吼。啊，个会计政策，啊，大家一定，什么叫做会计政策？一定啦、啊，会计政策，会计政策啦，简单的讲，咱后壁又阁介绍着，咱简单的讲，就是讲，因为这个政策啦，会使互咱算，那讲。咱的啊会计啦，有诶会使安尼做啊，我会使安尼做，伊无违背到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哦，这点我着要搁甲大家补充一下，讲咱的小呐公司的小，请甲会计师来做，伊讲入面拢咱今年赚。100万，咱过来请一个会计师来做，
伊做出来小工，咱今年赚80万。你家己心内就奇怪啊！我予家会计师做，赚100万，啊，哪会予伊过来予做一遍，哪会赚80万？啊，人大家讲，啊，但阮啊伫校咧考试的时啦，一题目考的做出来少，拢共款啊！啊，哪会讲实务上咧做，啊，该会计师共款少做出来赚100万，啊，一个会计师做出来赚80万。这点就是要跟大家讲，因为什么关系？这就是会计啊政策啦。会计师因为有真济方法，某个会计师伊讲啊，这足重要嘞，啊，伊的判断要采用这个方法来计算。哦，伊要人咧讲啊，讲叫做。即句来讲啊，有诶讲，我要提早即句讲加速诶即句方法，有诶讲即未使加速啦，啊，即就是爱照啊，一咱诶理论讲，即台机器都用10年，咱都用10年来摊，啊，即、这个讲即、这个一个啊做啊做法，就是咪讲安尼未使哩。加工，嗯，啊，都用10年来赚，啊，所以讲咱赚100万，啊，这个伊咧讲袂使哩，因为咱爱个赚较紧，迄、那个机器啊，可能过几年以后啊，咱个生产个成本无法度甲隔壁个工厂竞争，所以咱个会计政策啊，就要采用加速个即句方法，所以我看。简单安尼甲大家讲诶，可能大家会了解讲，为什么会即个情形发生？吼、哦、啊，即我要互大家啊清楚诶。啊，咱过来讲，会计制度若定了如何，啊加即啊，咱诶经营诶发展啊，我足帮忙足大咧。啊，我再过来讲一个，林百里伊个去予伊个秘书讲，我看讲，迄、那个黄茂林百里的签字，安尼就去8000万、9000万，咱大家想看卖，伊想做无到，啊就。内部控制做无够嘛？一个人签字，啊，就发到领到这侪钱，啊，是毋是伊个制度定了无好势？伊个支出的制度无人咧控制？公司上惊这款的，8000-9000万，当然大公司讲啊，这是难产的啦。那一般人，有的做公务人员，一世啊，讲一生啦，要赚8000-9000万，我看有的话真拼了。所以这点啊，要爱甲大家讲，那咱啊要做代志啊，一定爱去思考讲，咱这个咱讲会计啊制度加管啊，这个做咱这个叫做管啊控制啊。啊，内部控制啊，这个就是
要丢出一个议题，予大家去思考，讲阿摆啊，要安怎来定家己个啊制度，啊甲家己个内部个控制，要安怎来做予较啊完善个，吼啊一个。后来啊，咱啊会计制度个重要性啊，啊咱就来讲下一个啊所在。今嘛来国讲介绍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我看这，我看我来简单讲一下吼。这个就是讲企业国体的加算啦。这就是讲咱的单位啊，咱也是台北州，哦，咱的台北州为这个。啊，个体哈，以这个叫做企业国体啊，这个体就是台北州哦。啊，依照这个台北州因定的制度，啊加啊伊的啊的经营啊，伊是啥？拢是政府经营落去啊。那甲咱林秘书长甲咱讲，啊甲受灾时啊，咱啊何顾问啊何总监啊，伊也咧讲，那有讲一个国家要成立，就爱有党啊，有党才来国，应该爱先有国，安尼以后才有党，安尼则袂。有的代志足歹进行嘞，啊，都有党啊，啊，你这党都好处拢互你包去啊，所以伊个讲法啊，咱上头以前也讲，咱因为即马民政府的实施啦，咱都爱先参考讲世界先进的国家的制度是啥，咱。较来探讨咱定咱的制度，啊，咱的制度定出来，啊，咱也是啊，要迄个永久实施落去，啊，永久实施落去的上头啊，这几年啊，啊，林秘书长甲咱讲，七八年啊，他就是啊，真正啊，那个，因为一切都是。要予过渡一个时期，啊，当然这个这就是一个啊，真正啊，再来啊，宪政再来宪政啊，这个过啊，让他经过差不多啊六七年了后啊，再来做改算啊，再来办理啊，再来啊，这都这乃算讲一个制度啦吼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叫做。继续啊经营，啊，过来，咱即马咧讲吼，咱拢新台票，啊，咱会了解啊，台湾历史啊，甲咱教足济咧。咱台湾较早那是钱银卡吧，啊来到，甲你讲四万换一箍，钱甲咱抢去，啊。过来，最近政府的哦，流氓政府的实施，看对人啊、农民啊这方面啊，拢无做到照顾着。啊，这那是啊，因为迄个实施的。各种方法啦，那啊，伊这拢是咧考虑到啥物啊？考虑到讲可能安尼，甲对方啊，中国啊，甲中国台湾的经济，应该咱早期那拢比中国较好。啊，伊即马要甲咱台湾的经济。滴滴扣，和你降低，甲阿摆啊，甲中国同款，安尼就无差别啦。
啊，所以讲，伫咱这个时阵，咱发现着讲，咱经济较早啊，足好嘞。啊，恁来就甲武派去，啊，你即马来又搁要第二步要甲武学派，要甲中国同款。啊，这实在咱未接受的所在，经济所在，因为咱搁想着讲，燕山这个饭店。哪会安尼？因根本都因的预算开销拢无受到啥国会的监督，哦，啊无，伊讲这是营业啊，营业的单位啊，这半公营的啦，吼，哦，啊虽然讲公营的投资啊较济，啊是啥，伊就甲你入去免去啊新。计步遐去审查，哦啊，足济代志吼，拢有着即个现象啦。啊，咱即马讲即个啊货币啦吼，现在世界诶会计制度啊，已经采用。叫做啊 IFRS 的这个制度啦，就是国际财务啊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啦，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哦，国际财务报道准则的实施以后，咱伫台湾的公司要去美国发行股票，你到这个小铺提去。去遐去办理法庭就会使哩啊！啊，咱的小铺搬去英国，搬去澳洲，要去发行股票，我会使哩。免阁讲小，都爱阁定做一摆，因为现在所咱上市的啦，伫这个2013年啊，一月一日开始，上市的公司拢爱采用国际啊财务啊报道这个准则来做事。啊，上市的啦，啊，唔是上市的啊，即个加啊中小的即个啊，咱可能阁会慢几年啊，还要实施啦。所以安尼啦，咱。你要用什么单位来计价？有的讲我要用美金来做销，我全部拢是甲外国做生意，会使哩无？啊，会使哩，我会使哩，唔是讲未使哩哦。啊，但是啊，咱即马一般啊，中小呀，我是新台票啦吼，啊，伊拢是用这个啊新台票来做啊。啊，这个新台票啦，那一月初一的新台票1000块入个小铺，你甲12月31日啊，那是新台票1000块伫小铺哩，这就是啊，唔是讲啊，这咱迄个读经济学内底讲啊，一月初一的1000块，咱可能买。加息买100万套啦，加年底啊，但是这100万套啊，可能拢啊，那家惊讲一粒拢差不多啊30g的，啊，即卖加年底啦，我搁去买这粒馒头啊，我这粒馒头啊，吃够水啦。差不多，伊即马唔是用30g嘛，伊可能用啊，差不多25g。我卖你1000块，迄伫咱咧讲伫经济学内底讲，咱买摕1000块，一月初一的1000块，甲12月31日的1000块，所买着的物件啦，去予救水去啦，救水在正常啦，差不多3%。甲5%，
这个中间啦，哦，这就是伫经济学甲咱讲的。啊，所以咱啊，伫这个会计上咧计数的啊，迄这无救水的啦，哦，一千就一千，至少破哩。啊，但实际上，啊，实际上啊，一定有救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讲会计期间呐、啊，那日本啊是四月初一开始，甲第二年的啊三月三十一，啊咱。就是一月初一甲十二月三十一，但是你那伫欧美各国啊，你的会计制度要家己定的时间啊，会使哩袂使哩？会使哩。你那是讲我八月初一开工成立公司，对啊生产，对啊算起，我八月初一开始，甲第二年的七月三十一，我会使哩。这我会使哩吼，这个期间咱家己会使定哩。啊，即摆就是讲，这足重要诶，重要性甲稳健性。吼、哦，即尾啊，即几啊，第六、第七，吼、哦，即两项啊，我真重要，就是甲管理会计吼，甲成本管理啦，拢我有关系。啊，真济讲。咱讲的就甲会计政策我有关系。咱头拄啊讲，甲算出来赚一百万，一算出来赚多少？赚啊八十万。啊，这拢是啥？这因的思考啦，拢有考虑到这个关系，啊，就是才会有这个差别。啊，所以咱要讲什么叫做重要性，咱阁举简单一个例。我若是汽车修理厂，啊，我来买汽车工具来修理，来用。啊，这个工具去买讲一千块啦，啊，咱就买来。啊，你这个销是要记到费用来开销。啊，是要甲入到财产，啊，那依照这个重要性啊，一千块，咱公司我做几千万、几亿的生意，啊，一千块，伊的重要性安怎？无啥物对公司有啥物重要性嘛，所以一千块。甲列到啥费用嘛？费用就甲开去啊，无所谓嘛。有诶讲，这修理工工具，那会使讲摕伫要做啥？做费用？费用会无去啊？都用诶，今年用诶都无去啊。这个工具会影响咧十年咧。工具用咧十年对啊，要我要伫遐啊，无咱来甲列到财产好无？对啊，拢伫遐，迄个是咱的财产啊。好、哦，若像安尼，互大家去判啊判断，哦，互大家来判断，讲这是要用啊，伊所占的重要性，这就会使讲咱的。诶，会计的政策啦，会计的政策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稳健性，啊，即摆现在咱所推出的国际的啊，国际债务准则啊，有去考虑到稳健性啊。应该慢慢啊，这个较未重视啦。起码干那要爱讲，迄、那个叫做公允啊，公允的价值。咱的财产啊，你未使讲啊，我都要经营落去，我的财产啊，原早买入来啊，就是一千万。
所以我笑啊，拢伫记伫一千万拢无变动。欸，啊，即马讲伊要甲世界交流，咱要采用世界的准则。那安尼时，咱要摕外国去发行，欸，啊，你的财产一千万，啊，就实在咱买入来是一千万，啊，即块土地咱买入来是一千万，啊，即马已经过三五年啊，可能变一亿啊，啊，你的财产要一千万，安尼你要摕世界去发行，人讲你现在市民你都爱一亿啊，啊，你来差五千啊，差一千万，啊，从安尼来讲啦。现在这个稳，迄、那个稳健性的吼，啊，就是稳健性的这个啊，大家慢慢啊会去无采用去啦。啊，现在采用就是公稳啊，这叫做啊，一般叫做公允价值啦，公允价值啦，公稳的价值。所以讲，有的公司要改组。啊，是公司要来甲人买，啊，是要合并，拢每一个公司啦，爱去伊的财产，拢爱去重评价，就是讲重评啊，它的价值，重评伊的价值。啊，这个就是咱要讲的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情形，予大家啊较清楚吼，啊，咱即马讲成本加啊，这个效率的考量啊，咱那要执行公务啊，啊，要开销多一个预算啦，啊，大家爱去考虑到这个原则。啊，我常常讲，咱啊惊讲咧啊做。人民的辛劳，啊，咱予人民来请，人民的头家，咱摕人的钱，啊，要来做代志，咱都要足思考嘞。啊，无就是以后吼，你我是你的做啥业障啦，有诶讲业障啦，啊，拜你都爱来赔啦，啊，即世纪啊，即代未赔你，后回你来赔。讲投原子炸弹的，试落了后，转去看了后，转去发神经啊！这就是报应啊！你即马吼做公务人员，你对啊吼，那讲啊，中国人讲的吃香喝辣，你后世纪啊，后世，敢讲转世来讲啊，你后出世，你阿伯你就爱去陪人啦。所以咱以后一定爱去考量到这个。咱我定定咧讲一颗要做两颗用，有可能无？当然，慢慢咧去分析，慢慢咧去做，我认我有可能啦。吼，啊，我会讲咱的。你所谓不是讲咱多摕一块伊就变两块，迄是无可能。但是做出来效率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效果啦，这个效益啊，会变两块用啦。吼、哦，这那安尼讲，咱个足简单嘞。迄个叫做咱宜兰，闹宜兰来，大家知影，咱接。足怀念啊，陈馆长啊，陈定南馆长，伊家己足打拼嘞。你铺路，伊就去讲哦，你水泥铺外高，去落去，去讲水泥铺外高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啥物？这就是伊咧考虑讲，伊一箍铺落，可能百官区。可能要铺两三摆，伊即款市啊，铺一届就好啊，啊是毋是一箍
可能要做三箍用四箍用，咱安尼去思考，咱啊以后大家拄啊做这个啊人民的或做新罗的会啊，咱一定一定爱考虑到安尼，咱才啊有法度那个咱所讲的用事啊经营啊吼用吼。啊，过来行业别啊，就是讲无同款的行业有无同款的情形吼。我看这个咱卖讲，但这两点啊，现金基础加啊，宽节发生基础啦，可能大家我那无读商的啊，也无一定知影啦。啊，伊刚看讲啊，现金啊，较简单讲，你若开医生馆，伊无欠少的啦。迄度，咱讲叫做啥物？现金基础啦。我收今仔日收偌济，啊人来送药啊，我付偌济钱予人，拢无计数的，叫做现金基础啦。啊，那现在所有的公司，所有的公司啊，拢有咧计数簿的啊。那有咧做小铺的啊，咱拢是叫做权责发生基础。这个权甲责任，有这个权利甲这个责任啊，伫什么时阵发生？今年啊7月31日发生，都爱记今仔日的数。无管讲伊有收到现金，啊无，都是爱记落。咱若无收到现金，咱就爱列到安怎叫做应收应收账款，应收的诶账款啦，吼、哦，咱就爱甲记落去。啊，什么时阵收到，则个讲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的，咱现在发生，咱爱去收的，哦，啊，这叫做啊款项，啊，咱啊过来。这个会计政策，啊，会计政策，咱头拄啊有解释过，啊，咱即马要阁稍啊讲一个，就是讲会计政策啦、啊，要编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啊，啊，咱采用的假设啊，基本的假设、基本的原则啊，加啊这个啊准则啊，加这个方法，哦，加这个程诶，这个定数吼。啊，会使算啦，会使予咱算，予咱算什么？咱的企业，吼、哦，来算，较适当吼，适当的政策，甲适当的政策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这个我看咱各家都好，啊，佮即马过来讲控制。这个内部控制啊，相当的重要。你若无咧做内部控制啊，你会唔知影讲你公司要赚偌济啦，做偌济啊？你好好啊控制，会使升咧真济，会使升咧真济。吼、哦、啊，咱即卖要讲，咱主要就是讲，什么叫做啊内部控制啦？内部控制啦，就是要创啥？啊，要做监督啦，监督。啊，监督是要来做啥？啊，要来防止这个污蔑，哦，这个错误啊，这就是讲要来防止这個，哦，啊，因为咱拢有 PowerPoint， 恁会使扩灯的看白金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、哦，咱我。甲时间到，咱就结束。啊，佮其他的案例啊，啊，其他的案例啊，咱予大家去看。啊，我即马佮要讲，就是讲，咱爱知影讲内部控制缺失有啥物风险。啊，即有诶，就是讲，咱车诶人有啥物？人家
迄、那个怎引诱啊？吼，迄、那个做迄、那个做啊，秀英甲伊个动机甲伊个压力，吼、哦，啊无就互伊机会。啊，咱头拄啊讲个，迄、那个林百里会发生安尼，即可能拢是机会个问题嘛，互因机会个问题，吼、哦。啊甲讲，咱有诶讲即个合理化太多，甲合理化啦，即咱个那个特别会啦。我讲啊，较早都安尼，啊，咱就照安尼，咱犯。咱犯法，啊，实在犯法的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咱就要来讲这个介绍这个案例吼。啊，这个这几个案例啊，予大家去思考。这是利率吼，事务所啊，这那是最大的要做啥？有30亿，有30亿，一个人。就加存一期啊，这那是大家无想到的，啊，这就是安那内边控制做了足无好的，哦，啊，过来这个宝塔掏空案，啊，这那是咧咱咧算，拢是安那，拢是你看70亿，哦，啊，过来这个利霸，啊，这。咱也会了解，咱会使讲啊，你看伊只偌济，迄、那个拢总啦，拢总亏损啦，咱这个掏空啦，咱老百姓啊，都爱老百姓都爱去负担这2469亿，这实在，所以讲咱台湾人实在足艰苦的。咱哪会遐艰苦？啊，就是拢是遮呀，啊，发生拢是遮。啊，咱啊，咱即卖要讲，美国伊有发生遮个问题，吼，但是因个国会啊，就顶啊来，是啊来啊同意一个叫做啊沙宾法案。啊！伊个主要个重点啊，就是遮加强管理方面个经营个责任。啊，因遮拢有啥？伊遮拢有爱判重刑嘞。咱即马遮讲啊，咧判20年个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啊，佮加强内部个控制。你个董事会啊，一定爱有财务个背景个人来担任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刷落就是来强化会计甲审计人员的独立性，这也足重要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无好独立性，伊讲，啊，你都我请的，啊，我叫你安尼创，就安尼创。哦，安尼下摆那是一个啊问题。吼、哦，咱啊，过来就是加强啊，这个管理机关啊。啊，这个监督啊，这那是足重要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看我拄啊报告甲遮啊，若有啥物无清楚的啊 ，PowerPoint 拢会使予大家带登去吼，啊，大家因为咱卖印啊吼，啊有兴趣的啊，甲工作人员啊来遮啊来考回去啦吼。哦啊，我今日到这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啊，谢谢，感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休困10分钟。